表格旧会员想启动大家乐 Club 100网上账户，首先你要准备以下资料，然后去应用程式商店下载大家乐应用程式，开启大家乐应用程式，点击登入或登记，再点击现有会员启动账户，填写所有个人资料后，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。细阅所有相关的条款及细则，然后再按提交。来到这个版面，记得对清楚所有资料没错，先好按确认啊。之后系统将会发出验证码短信到你登记的手机号码，输入验证码后再按确认。然后到电邮验证，系统已经发出电邮到你登记的电邮地址了，快啲去电邮开启连结，启动账户啦！再次登入就完成啦。仲收到总值20蚊嘅大家乐电子现金券添，快啲申请成为 Club 100会员啦！